他说他们想要休息一下，要先出来现场，然后他们等下别来讲。是调查吗？是的。是跟我科长比较像，比较不熟。里面，镜头里面。那带来第一首歌呢，是一个就是现在慢慢崛起的一个乐团，叫斑马人大乐队。那你们可以到就是跟 Facebook 上面呢去看，哦，去搜寻一下，来帮他按一下。是还不错一个乐团啊，我还蛮欣赏。那这首歌叫做《万恶深渊》，就是叙述说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欲望，那就是会一直无法满足欲望，所以就叫万恶深渊。好，那我们请大家欣赏我的歌曲，谢谢。出在危险的边界。